冬天的太平洋海岸风浪很大，离开成功镇往北走，我们要去拜访两个萨基莱亚族的部落，一个是基奇部落，另一个是萨古尔部落。先听听看萨古尔部落的沙韵，他邀请我来听什么样的部落的声音。Hello， 洪恩你好，我是萨古尔部落的沙韵，我是萨基莱亚族，这个族群才正明第六年，我们正在积极的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。那有一首歌是部落的古调《休闲之歌》，那这是来自于部落的声音，欢迎你来听看看。